雄各队连续完成穿越雷区实弹射击战局搜捕。我绝不放弃，只要能活着，只要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需要安乐死了。主任，主任，我身体还好吗？主任，大哥，陈英雄，陈好汉，现在场上一比他。战狼，战狼，唯我最强。蛟龙，蛟龙，沙场英雄。飞虎，飞虎，赛场霸主。终极英雄冠军是飞林。自我保护是人类本能的反应，助训员却要挑逗军犬，诱发凶性来扑咬自己。他们是军犬的老师，教他们追捕、撕咬，但同时也有失误。好一点，别动，站住。犬是他们无言的战友，而他们又是军犬共同的敌人。科目：军犬实战化应用训练，目的：通过比赛提升训导员、助训员及军犬的综合应用能力，为下一步实战应用奠定坚实基础。同志们，赛场就是战场，比武就是打仗，狭路相逢勇者胜，谁英雄谁好汉，训练场上比比看，希望你们勇于挑战，赛出水平，赛出佳绩，赛出我们军犬部队良好形象。同志们，能不能做到？比武竞赛高调的动员令让基地官兵备受鼓舞，他们在进行器材准备的同时，有的开始挑选队友，有的开始研究战法，还有的甚至练起了自己战队的口号。飞虎，飞虎，赛场霸主，加油！与战友们高涨的比赛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练班长叶怀斌，虽然他也参加了动员大会，但情绪却很低落。最近他的犬五一口腔溃烂越来越重，他始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带五一拼上一把。叶怀斌是在五一三个月大时开始培训的，五一为拉布拉多犬，身体一直很好。那是在一次训练的时候，当犬它有刺激反应的时候，我们会奖励它，然后我就把训练球扔给它。五一咬了一口立刻就吐了，我觉得很奇怪，突然间闻到五一怎么口腔里有一股口臭的气味，然后我再把嘴巴一掰开一看，当时就把我吓一跳了，一个瘤子特别大，找狱主任看，他说先送去检查，去检查说没事，还不是恶性，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担心后期会变为恶性的。把药吃了啊，慢慢的，吃了才会好呀，得输液去了啊，今天还得消炎，还得止疼。五一今年2岁半，相对于人正值青春，所以叶怀斌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开始，在体能测试场，叶怀斌还是出现了。与他同时参加测试的还有徒弟郝一星，如今在助训技能方面，小郝甚至超过了师傅。他全身的扑咬伤
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次比武专门增设了助训比拼课目，小好觉得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做到20多个，腿就僵硬抽筋。器械测试表现不佳，而接下来的两个项目也接连失误，或许扑咬伤对体质真的有些影响。这是夏天拍摄的视频，这些影像真实反映了助训工作的艰辛、危险和必须经受的痛苦。因为它比较厚重，大概30斤吧，穿着的时候不好穿，尤其这个比较炎热的时候，又重又热，对我活动非常不便的，透气性不好，做完以后非常累。助训是指协助训导员对犬实施训练，助训员通过刺激、挑逗培养犬的排他意识，激发其凶猛性，并在扑咬过程中引导犬怎么咬把、咬合部位，同时也增强犬对主人的依恋和服从。所以说，助训员既是犬的老师，又是他的敌人。减肥成功了，还是有点偏胖了。训这个科目是最累的，每一条件都过一遍。别人看来可能说这是一种危险，但是从我自身来说吧，我们这就是一种游戏，就是一种玩耍，高危职业吧，来回咬，出现意外也是正常的。这牙印，扎透、刺破这个，扎到肉里面的，这都是有时候卡的、假的。最严重一次就是腿上，那一次我们也是做实战的，任何防护服没有，犬呢是佩戴口笼的，保护助训员。发生意外了，口笼掉了。好，一些别动，站住！我没有任何防护，直接干大腿上。非常危险，就刚你说到结婚没有，这个东西吧，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为了适应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环境下，犬依然还能完成任务，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去训练的，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犬小时候它也害怕，所以说慢慢让它适应这个环境。哎 ，good。面对艰辛、恐惧和痛苦，许多人对助训工作望而生畏，但对一名优秀的助训员来说，每成功训出一条军犬，成就感都会油然而生。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坚定之本。今天的体能测试是3000米，刚跑一圈，夺冠呼声较高的11号丁涛、6号杨宇海就已遥遥领先。2016年和2018年，他们俩都曾赴俄参加国际军犬大赛。在赛前，基地专门从81体工大队请来教练，对他们进行了近乎严苛的训练。这一圈它规定时间400米，1分20必须跑下来，一旦超一秒罚一圈，超一秒罚一圈，真罚那是真罚。当时有点就感觉，哎呀，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要坚持。我说既然教练他给你这么去安排，你肯定能坚持下来。预备，走。11号11分01秒，6号11分05秒。
郝一星和叶怀斌仍是跑在了后面。走一圈了是吧？叶怀斌的这一声呐喊是劳累的释放，但更像是一种释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一年就参加了2次重大活动的安保任务，五一的军旅生涯也够辉煌了，所以他决定不再参加这次比赛，专心致志护理五一。好，五一，打他就不疼了。好，五一真棒，真健康，坚强啊！你看你的毛掉的，哎，你这2岁半的样子，活得跟小老头似的，小老头。病犬护理，特别是生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扎针都特别难扎，尽量不要再让它扎第二次，就是一次性能输完是最好的。疼，再疼，前前后后将近有7-8个月了，一直都在治疗，手术都已经做过4次了，不管怎么着，到最后一把我都得试，即使就是说可能得破相，从脸上开刀，连牙齿带牙龈全切掉，只要能活着，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得做，我绝对不放弃。他那种眼神，看我的眼神，可能你们真的感受不到我们俩之间的传递的信息。他也不认，他也想坚持，所以说我得坚持下去。一带一路你参加了，国庆你参加了，对吧？2项大任务都参加了，2020年还有一个任务，快点爬起来！从孩子出生到现在3岁半，我真正带他的时间，满打满算估计没有超过3月，这也是我生命中最愧疚的吧。家里面我媳妇也有这么说过，她说你去和你家全国吧。各位领导，总共4项有3个科目。第一个呢，助训员也是，我们一直搞这个比赛啊，都是以这个训导员为主的，一直没有说把我们的助训员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来去比赛。助训员技能的一个比试，更能够体现出我们助训员在军犬训练的工作中突出的作用。第二个呢，巡逻犬综合能力的这么一个比赛。第三一个呢，军犬搜爆，以前比的这个内容啊，相对要单一一些。这一次呢，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搜爆科目啊，难度进行一个提升。啊，助训员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军犬和军犬训导员的老师，增加这个项目，我觉得很有必要。加入这个声光干扰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前方的雷区的区域，划定一个长方形的这个雷区。既要体现我们技能。就你的人的技能和我们犬的技能，更要体现出实战使用的战术。巡逻犬综合能力比拼，什么叫综合能力？就是既具有这搜捕的能力，也有这个搜爆的能力，两者结合起来也叫综合能力。你先把它给分开了，那你怎么叫综合能力呢？美军他们就能把军犬的这个作用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作用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而我们现在这些还在一种常态化的情况下使用，都是这个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一些科目。我们军犬在特种作战中的行动，平时训的可能多一些，研究的多一些，那我们为什么不纳入我们的这个比赛科目里面去呢？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是全军唯一的集军犬教学、训练、繁育、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训练基地，被誉为中国军犬的摇篮。进入新时期，
军犬在作战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他们通过外军军犬作战战力的研究，把握不同战争形态下军犬使用的规律，促进了军犬训练使用向实战化靠拢，在训练水平和使用范围上得到了新的提高和创新。小五，你咋不睡了啊？还坐起来了？来，过来坐下，坐下。哎呦，小五一真乖，又开始流眼泪水了啊，心情不好。哦，现在脾气又很大哈。这个眼镜呢，主要就是这边有个摄像头，然后现在嘛，我想把他的这个平时的生活都给他记录下来。哎，来，生日快乐！报告，来，主任好，来，进来吧。好了，没事。好，别动，五一，别动。实际上，他这个犬手术了好几次，做完以后再反复，再做手术，再切除，实际上对犬，包括对人来讲，都是一种痛苦。小叶，到，你这犬现在有点癌变的这个趋向，你看现在保守治疗，效果不太好。我建议是尽快手术切除。是。我跟他说了可以手术，但手术以后还在转移，并且还不断的扩散，没有任何的治疗价值和意义，必须尽快的安乐死。拿话讲，这一对犬这个军犬的尊严也是一种尊重啊，对他小叶来讲，对他的感情实际上也是一种维护。如果切除以后效果还不好，还容易转移，那没办法，那可能就需要安乐死了，好吧？你看这边都已经转移了。大五，那主任，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看军犬？手术尽快安排，然后看后期的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切除以后继续转移，咱们就是刚才说的，对你对他，啊，都有好处。我不敢去想，除非是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已经是吃不下了，他很痛苦的时候我才会。可是问题现在不是，无非就是说现在吃东西可能慢点，所以说现在你说让我去安乐，绝对走不。一般像这个暗护袖的话，基本上咬的都是这个小臂下面这个部分。上面如果说是比较硬的话，一个是胳膊不好套紧，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做重训的时候，挑逗军犬的时候，这个胳膊没法打弯。到这儿之后，它是再往上的都是软的。一般犬咬的话，基本上咬小臂这个部分。退场！
响的是飞虎队开始。喂，放放放来。有把秀他非常兴奋，如果没有他会不会抓捕敌人，这个制服歹徒啊，所以说我们用的暗护，这是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惨叫呀、搏斗啊，啊是提高他的自信心，他越猛越凶。对。第三个出场的是战狼队开始。说一条犬它冲得越猛它咬得越好，就说明它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它这个助训下了很多工作。他这个犬要轻松把我这个骨头咬骨裂，那太正常了，太轻松了。这方面防护它应该是厚一点，然后相对来说硬一点，然后这边因为它有个弯嘛，它不能影响到我的正常活动嘛，相对要薄弱一些。所以那条犬很聪明，它可能这边咬多了，它知道咬这边硌牙，然后它上来就咬了这。第一个出场的是蛟龙队开始。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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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个子这个助训员的话重心还是偏高，抓地还是不稳，尤其是今天这个飞虎，因为它体型比较大又比较凶，咬了几次之后我都把我拽倒。出场的是飞虎队开始。飞飞飞你初心是训练它，是让它咬得更好更稳更狠啊，这样才达到你的训练效果。所以说你就冲这一点，你必须忍受这个疼痛。飞飞飞好退场。第三个出场的是战狼队开始。当犬咬到靶的那瞬间，你以你的中心脚为中心，然后转过去，它有个卸力。但是如果你不卸力的话，它直接撞下来，它那个颈椎啊，犬那个颈椎撞下来是怼过去了。它时间长了，它有紧缩。退场。下面我宣布助训员卓爱护秀与军管队长的成绩。飞虎队90.07分，蛟龙队85.21分，战狼队84.27分，卓全人靶一与军犬对抗成绩，飞虎队89.54分，
江龙队85分，战狼队85.53分，综合以上成绩，中训员技能大比拼科目飞虎队获胜。飞虎，飞虎，再战半途。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军犬的荣军院，军人为了人民敢于牺牲，我们应该具有我们最起码的尊严，军犬也同样需要尊严，不能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我们呢把它转到这个地方给他们养老，让它活得更有尊严。一条优秀的军犬是我们每一个军犬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与它的这种感情啊是很难割舍的。1985年成立，到1995年搬走的时候，在这地方待了10年。这个地方的营区啊，它有传统，有故事。我们到这地方能够寻根儿。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建立军犬公墓。我们对有过突出贡献的，要给他颁发所有的功绩勋章。将来在他的墓碑上。我们也要刻上他的一些主要的事迹。我想，从事这个行业，这是军犬人对我们无言战友一种最大的尊重。同志们，今天举行军犬退役告别仪式，欢送即将光荣退役的军犬蹦蹦。军犬蹦蹦，黑色拉布拉多犬，2008年5月出生于北京。服役期间训练突出，表现优异，多次参与执行重大任务。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犬工作管理规定，军犬蹦蹦符合退役条件，经研究审批批准军犬蹦蹦废除现役。由基地政治处赵海主任为退役军犬佩戴纪念章。敬礼。接上级通告，有3名歹徒袭击某个营门哨兵，正在疯狂逃窜。接到命令后，执勤分队迅速向封锁点开进。军犬综合能力比武正在进行，正常的训练也不能耽搁。令犬出击！虽然没能在驻训科目比赛中胜出。但其他两个队的队员们并没有气馁，因为他们的队长毕竟是国际竞赛的佼佼者。不过，让丁涛刻骨铭心的不是过去的辉煌，而是爱犬皮特的一次生死较量。我们适应这个3200米赛道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赛道场全都是那个锯末，第一天下完雨，第二天大太阳，太阳一照射，那个水蒸气一蒸发。本来那个犬身体它比较低，在跑到将近2500米的左右，很明显感觉我的犬就不在状态，晃晃悠悠的左右打摆，但是我一停下来的时候，它啪摔倒在地上。你拿了，拿了香皂。把爪子放进去，爪子放进去。哎，别，你别打他，别，那头都气坏了。拉倒吧，你这。大赛就正式开始了，那是我们头一次合练，4个人一块合练，他也着急。第一场比赛嘛，很重要。抱着我犬上车的时候，司机来了一句。不要让你的犬上我的车厢内。拿东西，拿那个打靶的布包呀吧。害怕把他的车给他弄脏，当时我就非常生气，我说拖延了时间，犬出现问题怎么办？逼得我没办法了，然后我把他的后备箱打开，和我的犬一起钻在那个后备箱里面。当时到前夜的时候，瞳孔已经放大了，基本上瞳孔一放大，然后基本那个犬已经不行了。经过一系列的抢救，然后慢慢的犬稍微有点意识。因为你让我走出国门，你也因为我让你走出国门，咱俩相互配合，站在这个国际赛场上，我就想，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争口气？早上我睁开眼，然后他在旁边躺着，然后我叫他，我说 Peter，
啊，啪站起来了，摇了摇尾巴跟我，然后跑过来，我就坐在我旁边了。当时我特别兴奋高兴，然后我就立马把这个情况报给我们领导了，我说能参加比赛。解放军加油！解放军加油！解放军加油！加油！加油！俄罗斯他秉承的就是每一个军犬员都是一个战斗员，你不但要会军犬，而且你还能上战场。我们还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训导员存在的差距，过于注重于专业训练，而忽略了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训导员，更是作为一个战斗员的这个训练。当时我们去参观人家使馆，二战的时候军训使馆，他给我们介绍最壮烈的什么，去炸德军的坦克车。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朱可夫元帅使用了大概有500多条实弹犬，组成了4个反坦克的军犬连，先后炸毁了德军的坦克有300多辆吧，对战役的最后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们触动还比较大，现在也有一些改革啊，就是要求我们训导员的体能要达到什么程度，包括这个我们比赛这些科目都已经列入大纲。这天基地安排军犬五一到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治疗。农大动物医院创建于1949年，为国内高水平的大型综合动物医院。叶怀斌希望五一在这里的诊治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让学生跟着，然后带着你一块去，好吧？行，没事，去吧。嗯，任务一。走，你先回那个一开始输液的那个地方等着。啊，现在情况咋样？啊，没事，然后他们先一会儿去切一小块。没事，你不用太焦虑。不是，我是说他刚刚你们看那个影像，他那个一会儿我看完了会告诉你的。他们现在正在看图，嗯，啊、别着急啊。行，好、啊，你现在在那儿安心等一会儿。我一号吗？放开看我。这小米在。目前这个情况的确是比我想象的要糟糕一些，就没想到您这么年轻的小家伙出现这个骨头这么严重的溶解，目前怀疑可能是这个骨肉瘤，就是骨癌。没办法了吗？那如果这样子下去，他还能活多久现在？因为我们做了这个最终确诊嘛，确诊的话，如果要是怀疑真的是骨肉瘤的话，它的平均生存期是3到6个月。我为啥接受不了？跟您说是这样，啊、在北京求医求了好多地了、我最后选择来你们这，我就是想要个结果，他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哎呦，我们就做下去，如果没有，我不想再折腾他。我都想给他能让他快乐一天是一天，我至少就是说在他走的时候，我能给我的犬给他保一个，至少保个全尸吧。我不想再折腾他了，我受不了。但是他最后的日子真的很痛苦，最后呼吸没有的那一天特别安静，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太难受了，你要让他走。我知道。嗯。好，谢谢你。加油啊！加油！
下面进行第二个科目，军犬搜爆能力比拼。我将随机放置炸药，要求各组长合理分配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炸药位置。军犬搜爆是军犬嗅觉作业的一个重要科目，也是大型活动安保的一项重要手段，在使用中具有准确、细致、高效的特点。下面进行车辆搜爆比赛，第一个出场的是飞虎队，预备，开始。好，来，报告，继续。下面出场的是蛟龙队，预备，开始。啊，继续，来搜。啊，行。接下来出场的是战狼队，预备，开始。继续，啊，好，待会报告，继续。报告，好，待会。下一个出场的是蛟龙队，开始。走。报告，继续。报告，好，待会。接下来出场是战狼队。开始。报告，继续。报告，好，待会。今天的搜爆比赛，总的来看，军犬对爆炸物形成了稳定的气味联系，反应比较果断准确。像蛟龙队，军犬一旦接近爆炸物啊，能够迅速果断地做出相应的反应。需要注意的，军犬训导员在情况处置的过程当中，对于犬的表情判断不是很准确。下面我宣布第二个科目比赛成绩：飞虎队用时3分45秒20，战狼队用时3分37秒87，蛟龙队用时3分15秒45。军犬搜爆科目大比拼，蛟龙队获胜。蛟龙，蛟龙。沙场英雄。疼吗？嗯。你看，这会就是，就嗯，就跟小孩子似的，疼的时候嗯疼。除了教学以外，基本上剩下的时间都在陪着他。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嘛，这几天过来他也有变化。刚回来跟我同住的时候，他还知道睡在这个床上。然后后面这几天他自己的病情可能有所严重了，他就不再睡这个床了，他会跑到我的床铺下面待着，啊，就离我更近了。在五一之前，我还养过一只拉布拉多，从27天开始养，养到3个月的时候得细小死了。临死前的时候，他还知道到我枕头边跟我靠那么近。为什么犬会有这些举动？其实犬跟人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但是必须我们得用心去教。我们作为训导员，一定要学会观察犬的肢体语言，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之前我带的五一的时候，我发现五一他会用，就是他走路走得好好的，他突然间会用爪子。当时我觉得，哎呀，这他好奇怪呀，他怎么会去挠自己呢？结果最后是什么原因？那犬他每一个动作都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做的。于主任给我打一电话，问了问我的情况，就是包括五一的情况，考虑到五一长寿嘛，怎么着都有走的那一天，能尽快的让五一脱离这种痛苦。我的想法就是，我不想让他走得太简单。咋说呢？这个癌症很难攻克，最好的结果那就是安乐死，这是个国际通用办法。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动物安乐死已经被立法了，所以说在这块儿的我们是合理合法的。只要有一丝希望，他还能活一天，他只要能。直到有一双眼睛清澈见底，看见一切变得纯净。你知道有一种活泼的松茶，你来往松茶，牵动着你的身体，来往松茶好吗，主任？感受到与你的距离。有种感情叫做疼，有种心动叫做等，有种默契叫做忠，有种信任叫做宠，有种快乐叫做疯，有种分离叫做痛。综合能力比拼，这一科目要求各队连续完成，
乘车巡逻，穿越雷区，实弹射击，山区搜捕四个内容。巡逻、搜捕、综合科目打比拼。下面出场的是蛟龙队。下车。模拟了一个实战化的环境，在实战条件下会有烟雾、声音、火光等多种干扰因素，对犬的能力和人的技战术水平有很大影响。好多因素只要你训练的时候考虑进去了，如果你真的发生战争了，你才能发挥出平时训练的这些技能这些水平。接下来出场的是战狼队。下车。下一个出场的是飞虎队。下车。我宣布第三个科目巡逻搜捕综合能力比拼成绩，飞虎队93.45分，战狼队95.24分，蛟龙队97.67分。本轮比赛蛟龙队获胜。战狼，战狼，唯我最强。蛟龙，蛟龙，沙场英雄。我宣布本次谁是终极英雄挑战赛冠军是蛟龙队。比赛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拿奖，
而是为了促进更广泛深入的训练。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这些年轻的官兵们始终坚守幸军畏战、能打胜仗的信念，将同他们无言的战友一起走向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送走武艺的第二天，叶怀斌就挑选了一只幼犬，并特意给它取名贝壳，意为平板而坚硬。相信不久的将来，小贝壳就会成长为一条顽强、勇敢的战犬，一个军犬英雄。行程3400余公里，深入八支英雄部队，挑战100余项极限科目，用镜头记录数百位训练尖兵的战斗精神与淬火重生的成长历程。团结，坚韧，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役。拼搏，成长，奏成一曲强军路上的英雄凯歌。2019年末巨献，沙场练兵英雄会，敬请期待。